你是否常常看到这个梗图，小女孩露齿挤出双下巴的可爱表情，至今都是网友喜爱使用的迷因图。图中小女孩正是 Kalia Posey 参加小小选美皇后自我介绍后露出的搞怪表情。不料刚过完16岁生日的她传出轻生离世， Kalia Posey 的母亲在脸书发表声明证实此事。Kalia Posey 的母亲也呼吁外界能给予隐私空间。另外，在声明中也呼吁任何有轻生想法的民众，请及时向家人、朋友或专业人士寻求帮助。